中天新闻二台 CTI News 2， 八月起将以24小时直播形式在 YouTube 与您见面。中天新闻二台24小时直播串流，结合中天新闻所有最受欢迎的谈话节目，一档接一档，绝无冷场。您最喜欢的专家来宾，雷倩、靳文吉、郭正亮、赖月谦、蔡正元、帅化明、李宏源、张亚中、黄奎博、严正生、汤少成，监督的力量炮火最猛的评论员董志森、郑春琪、李胜峰、陈辉文、王峰、王尚志，新世代最犀利评论员黄阳明、朱海翔、罗有志，新世代政治强棒徐巧芯、刘淑慧、罗志强、徐宏庭、侯汉廷、张思刚、叶元之、王宏威、黄敬平，以及长期助战点评时事的中天好朋友孙大千、李永平，还有中天朋友圈直播主历史哥、张老大、我是柳杰克、非说不可、倾诉铃声、高雄林小姐等人，最强论述阵容、最接地气的评论都在中天新闻二台与您见面。中天新闻最受欢迎谈话节目主持群：卢秀芳、丹宣广、周玉琴、林家元、马千惠、李佩轩、郑玉珍、刘盈秀、何慧荣、赖丽英等人，也在中天新闻二台共同专注于为人民说话、为正义发声。八月起，请开始搜寻2022全台选举大 PK 频道，中天新闻二台 CTI News 2。